Hello， 我是你们的 Jackie 老师。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？试试每天的数五分钟，让我带你看公式、听例句、记短语，配合元音，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。Above one's fortune， 付不起。Above 超过 ，one's fortune 某人的财产，合在一起，付不起。Fortune 原指大笔金钱、财富与好运气。如果要买的东西过高，超出了自己所能负担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句 ：Buying a house downtown will cost me a lot. I think it's above my fortune.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一定要关注我们，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，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！英语学习路上，我们一起成长。